然后呢，我就走过去问他干嘛啦，家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他说考上学校了，可是没钱去读。我很想帮助他们。第二次我在进村的时候，我就拿着一沓那么厚的巨款去给这婆孙俩。你们猜一下，当时我这笔巨款是多少钱呀？不对，不对，不是的，50块。这50块可是我一个多月的工资呀。当我把这钱交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激动地哭了。从那次以后，我每当下乡看见那些孤寡老人和小孩，我都尽力地去帮他们。有时候也都会把他们接回家来一起住。